小琴，这路太小了，你让一下。座位也过不去啊，你要我怎么让？我这不是挑了菜不方便吗？你快让一下。哼，天天这么不讲道理，我不让，要让你自己让。你，哎，行，我让。啊！哎呦，哎呦，阿婶，这块是你自己摔的，不关我的事啊。婆婆，婆婆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还好，这个小琴越来越坏了。婆婆，你先坐着休息一会儿，这些我来收拾吧。这个小琴真的是越来越过分。阿峰，爽爽，你不是说要给我送饭吗？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来啊？阿峰，婆婆她……什么？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自己中午随便吃点，我们这边还有事，先挂了。婆婆，你脚都肿成这样，怎么不让我跟阿峰说呢？他在工作，就不要让他担心了，我没什么大碍的。阿峰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我们做子女的要多关心一下父母。阿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妈好好的，你瞎说什么？我瞎说，你妈脚都那样了，你这个做儿子的也不在身边，还在外面瞎逛啊。好了，我知道，谢谢你阿强。爽爽，妈受伤了，你刚刚干嘛不说？是我不让她说的，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，没什么大事，都是小琴惹的祸。不是这个小琴，妈，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用，这点小伤涂点药膏就好了，浪费钱去医院干嘛？哎，妈，就你这倔脾气，爽爽，先扶妈回去。嗯。爽爽，你先带妈回去，我还有点事，晚点回去。好。婆婆，我来背你回去吧。你细皮嫩肉的，哪有这力气啊？婆婆，你放心吧，我力气大着呢。二媳妇累吗？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走就好了。不累的，婆婆刚好锻炼身体。婆婆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找药膏。老了，真是不中用了。婆婆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走出去别人还以为你是阿芬的姐姐呢。好啦，就你嘴甜。婆婆，你就好好的歇几天，地里的活就交给我们吧。拐杖这么漂亮，这个啊，不花钱，刚刚镇上木雕师傅开新店送的，人人有份，你赶紧去，别等下去完了领不到了。还有这种好事啊？好，谢谢你啊，我马上去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坐坐坐坐，还想要名贵的简单白。妈，你试试这个顺不顺手？这个拐杖真不错。婆
你吃饭啦。双双，一会儿你帮我把拐杖包好放起来。妈，干嘛收起来啊？这就是特地给你用的。哎呀，拐杖等下磨旧了，我这脚啊估计明天就能走了。再说菜地还没翻呢，煮着也不方便。妈，三斤豆腐一百天呢，你好好用着，在家休息两天，家里的事有我和双双呢。是啊，婆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相互照顾是应该的。嗯，知道你们孝顺，妈的身体妈自己知道，不会逞强的，你们放心。妈，以后遇上什么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，不要自己扛着。好好好，我都饿了，快吃饭吧。妈，你多吃一点。你们也多吃一点，不然明天就没力气干活了。好。